然后这边就可以放其他的一些建筑物的，看你要哪一栋。可是基本上，如果说你有很多分公司，也可以在那边做。所以像我们这个系统也有导入到银行，对，银行就是台湾还蛮大的银行，那它有很多公务大楼都要去做人事管理。嗯哼，对。那右边的话，这边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。能源管理除了管大楼以外，它也可以管家，就是他们说家用家庭的。那在家庭的话，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这个储能设备，好比说这是小型的储能设备，大概是5度电，大概一般一个家庭大概一天大概5度电差不多，你要看电视啊，或是一些是用一些灯啊什么都可以。嗯哼，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华汉的这个智慧电表。因为它会是要你不需要知道说，哎、啊，那我套了多少部件，然后等等之类。那中间这个的话，它是那个inverter， 就是那个逆变器。因为像有些做透天的，他们会接太阳能板，那太阳能板就需要透过这个逆变器把它转成这个直流或交流，再存到电池里面。它是一个管控的动作。是。那为什么要有储能呢？目的是在于说。